Go.为了天下万民，我要救诸葛亮。我刘备，我满红了，又来一仗啊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打开我的武将，看一下今天的大字抽。我希望能够抽到魏延插一张满红，周泰一张满红。这一张想很久了，救诸葛亮，再来一张我就满红了。今天能不能如愿呢？不知道，反正抽到满红为止。接下来张辽再一张满红。我现在唱名的呢，待会只要大字抽有抽到我唱名的任何一张，就算是邪教台战胜工程师 SP 袁绍，再来一张满红。SP 吕蒙插四张满红 ，SP 朱俊插一张满红，沮授插两张满红，虞姬插一张满红，王元姬插两张满红，好，董白跟蔡文姬都是插两张满红，插两张满红，我就顺便喊一下，来，第一位阿三神教教主哥救诸葛亮来一下 ，Come on baby， 无名之兵。难得众心，沮授来了，邪不邪？下一位，顾靖家爱民们小朋友 ，Go！ 承袭父亲无双的武艺，一抽吕灵奇，一抽再给他，哎呦，一抽为盾，一护主公周全，一抽两支金将，太厉害了，这一位 ，Go！穿上我的藤甲，三抽雾突谷歌很厉害，侠以为顾靖家上小号小朋友够，翻山越岭如履平地，一抽王平哥，一抽再给他一次够。人以品性定贵贱，三抽成群一大包，侠以为岐山包子铺哥够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雕弓满四月，保底黄忠哥，侠以为岐山包子分铺哥，雕弓满四月，两抽黄忠哥，侠以为好，他指定我在这个三三三三三哥够。为了天下万民，我要救诸葛亮。我刘备，我满红了，又来一仗啊！侠以为心媚饮歌够。小女子别无他才。四抽小乔妹子，侠以为小皮哥够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人力不及，机巧可为。哦，都是蜀国。侠以为幸运蒙面猫哥够。武将过江东，所向皆披靡。一抽孙坚哥很厉害，够。丈夫平国难，三抽含着流星锤，又猛又准。三抽双胞胎哥，侠以为阿奇毛真肉丸哥够。关云长来也，一抽关二哥，再一次。
宝迪拉聊天室，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酒中身处尊位，王仁姬小姐姐来嘞！来，下一位樱桃小丸子哥，之前去他家都是抽女生啦、啊、，Go。小女子貂蝉，拜见大人。果然又是小姐姐五抽貂蝉妹子，下一位看你插标卖首歌 ，Go。白马一从，随我出击。五抽公孙战歌，下一位哦。这位叫我到泰山点一下 ，Go。宝迪拉聊天室，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丈夫处世兮，立功名。宝迪周瑜哥，下一位跨服，周瑜色色哥 ，Go。人以品性定贵贱，两抽成群一大包，下一位好，叫我到指定的这个山区来抽。宝迪拉聊天室，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悉听差遣，宝迪。为师必去 ，SP 人上满红了，出则易散，易破之道也。保底相生呀、啊，爽啊！好，感谢下一位蜂鸟突 ，Go。喊错了啊、哦，补喊一下 ，SP 朱俊啊，喊错了 ，Go。即便只余两抽。越进哥不会后退半步。好，下一位一齐正孝哥来 Go。前进山水五抽，司马辉哥看一下啊，应该剩下两次的保底跨服的朋友。万夫莫敌。燕人张飞在此，四抽张飞哥，下一位雷霆珍珠哥 ，Go。宝迪拉聊天室，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心不惧死，宝迪华雄哥，好。最后一个保底啊，不要走开啊！毛咪老板哥，诸葛卧龙旧的诸葛亮会不会从你这边出现呢？让我们看下去 ，Go！ 保底啊，聊天室一波七十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诸葛亮买红啦！宝迪叫诸葛亮哥来啦，开心啊！你他奶奶的，我终于他奶奶的满红啦！感谢啊！我们先来换一下典藏哈、啊，在抽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典藏卡包我要什么？张辽差一张满红，吕蒙 SP 袁绍魏延灵统，好，以上刚刚唱名的这几张。只要有中就爽了，没有中也没关系啊。我今天有救诸葛亮满红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颓废风不会满意，他一定是要好，还要再加更好。来，欧皇黑曜虎哥，聊天室一波七说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不伤斗我。灵统来了，邪不邪？下一位
哦，他还跨服上山夜歌聊天室，一波机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士别三日，我早已不是当初无下阿蒙了。典藏阿蒙哥，可惜不是 SP 吕蒙，没关系，最后一抽来。聊天室一波机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小女子貂蝉，拜见大人。貂蝉小姐姐，感谢各位今天在聊天室里面的集气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直播，麻烦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入会员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感谢你的支持。